销售、文化艺术教育、音乐制作以及各类乐器的调律、维修保养为一体的综合性乐器公司，主营是国产的海伦钢琴啊，顺德总代理，日本的原装啊，雅马哈啊，以及我们的 Kairos 啊等的一些日本原装进口钢琴啊，我们的新珠江以及国产的阿玛哈啊，全系列的钢琴代理，常年是上百台之多的一个库存，年销售量已经达破1000万之多，所以说我们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一个专业啊专业的团队。同样呢，我们中音艺术教育也是本着为了普及音乐素质教育，一直努力，一直在努力的一个宗旨。中音艺术教育已经发展成为顺德区屈指可数的大艺术教育机构，学员也是接近600人之多了。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中音的信任呢。在2016年，是与凯迪国际的教育集团达成了合作伙伴的关系。中音艺术教育鼓励提升教育质量，为普及社会艺术教育贡献我们中音艺术的力量。那么来到现场呢，我们每位家长也是非常期待我们孩子一年下来的学习成果。当然，有很多的孩子都不只是这一年哦，很多的孩子都是在我们中音学习了好几年。我相信你们都会把我们中音的这一个招牌告诉给身边的朋友啊！相信我们的实力所在，我们有优质的师生队伍，给到我们今天现场每一位孩子一个舞台的机会，一个展现自己的。优惠啊，4年我们仅限前5名，今天